男生生女儿容易养两个女儿。现在我觉得哪怕杰哥更爱宝宝，我也觉得能够接受。那杰哥其实是更爱还是更爱宝宝？不管他更爱我更爱宝宝，都能够接受。因为我老公经常说什么，他说女儿我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，然后你是放在第二位的。就像你也是逗他的吧？对，其实如果你要说真的，真的是逗他。其实，老婆还是第一位，因为是他把宝宝带来这个世上的。